俺老爷都推的有点热了啊，小孩你先推那长点。我敢弄的是长的，我怕弄俺爸那短了，俺老爷这这都短了，这也不长，这也不长。嗯，俺老真长挺的，我再短了，再短了就光秃噜似的。啊，小孩你好歹推的，你不用那啥的，嗯，不用往外边跑了。要几遍？天天这手艺不赖，俺好好推那个什么的。给你老爷推，俩老爷都。哦，俩老爷都推。没电了，没电了，你不让叫你把拿掉充电器了吗？推别他没电了。这松了，没劲了，你好好插掉。就这不点，这个插子不点的。这插子不点，我才才从那个上来不点。俺亲家，立着法也行了，是不的？嗯。然后老爷。去理发店理着也不累，妈就省两块钱，你省两块钱容易，叫你说容易。几头老爷？你跑你跑你跑和老头得跑好几天。这排队去的，你这个老爷不要这老爷在这等我的。不排队不排队，那我先走了，你给你老爷吃饭啊。给你拿点这个，我不拿，你拿吧，你拿小心。他这孩儿，你少拿会当着。他里面都打开。给你推了我可拿，不不，给你推了我可拿会。我不可不拿，我一拿又不拿这又挨着我的。可不是，你拿会儿。瞅你这东西。你这个东西，你看，哎呀，不让他给你拿会儿脚去，那啥，那啥推了你了，我可拿。谁说的？这还拿那个？不拿都掉了。送那个叉子儿，你假如没在这儿，咱说成天说俺弄，你看你整着啥还啥的。那叫我早把修好了，该坏了坏，该没了没。你洗洗呀。我回去了。你在这儿洗洗吧。我回去了。你回去洗洗，你把这个换来的听你。啊。这来。我一会儿。这，老爷。来，背着，背着，快点儿，坐往桌儿坐坐，叫坐也坐桌儿，拿把我拿的馒头打开了，你把拿来放上这吧。关键是离了一个，往桌儿往桌儿坐坐坐，在矮点我给你拿。拿了我也能坐。啊，矮点我坐。都慢，都慢点儿坐，都慢点儿，都慢。那头发太长了，老爷。有活力的弄么？这头发长得长的，多长？我看看这孩儿。这儿嘞。你老爷说不用扭，你老爷说不用扭。你这假装俺老爷了。我说没劲扭，我伢说不用扭，把扭的馒头打开了。伢说没事，你看一发不来嘞。插子这个插子不来，早该坏去了。摘了，姐姐。摘啥？就推到地上嘛，地上挺好看，拿一个镜子，老爷照照。好看呗？你说我推，我这推到地上。那玫瑰花香给你推那，他老爷听出来了。哦，这个让人家多好看。行啊，这白菜呀。你推到地上，姐姐，你这都说摘了。都好好扭了。我你我馒头打开，人家说我这个好扭呀，不用扭。你看，不用扭这样。不认为扭，我才假装俺老爷了。这我说得用扭，伢说不用扭。哎呀，你看，三一是，他得压着你呢，一个人。你扭扭，你这不好，你不压不扭，这不压着你呢。你看，你看，咱俩老爷都扭着了。这个头，咱那推成这个样还挺好的，我看了。你看见了？嗯。行，嗯，拿个镜子照照，老爷照照看，摘不？我看都不摘。哎，老爷，要不咱都这样吧，老爷。嗯。
长期拿一个劲儿的，拿一个劲儿，老爷照着你，老爷说。那这话在两边都推了，就这块溜达不行。行了，还有拉着，都让啥骨骼都是这个样。不推呀，不推呀，又推着呢。等老爷看看，等姥姥，你姥姥说摘了都算摘。摘了，摘不摘？摘了。老爷，你还挺帅，你看就上边桌丢的，两边都是。对，还给你留个乐分头。啊，我说你，哎，留个分头。嗯。看见了没？两我都不扭了。不扭，别扭了。看见了？我一张我。你光气俺老爷。哎。你光不拉了。叫俺老爷疼疼摘了。都是摘了，那你这摘了，你上面留点坟头。推着头就是叫你他们开的。经过好人最后把这个头上面又给推光了。要不推光呗，是不是姥姥？要我是都摘了。还推的馒头打开的，他不行，他不行。我光推上把我扭的也是馒头打开的。我倒推的不行，俺老爷你看在坐着看那事这俩这一家几十块，一个你我一个推，要是扶俩用呢。这个老爷还不得七百天里里的，是呗，老爷？我这里那是电的。这外头里还得跑哩，铁电车到半路没电。啊、嗯。是。这家这推的是一定来回跑哎。那推也都成了扫地了。嗯，都有推。来。别。不干了。哎，老爷推推吧，最后姥姥提要求给。